很高兴今天又回到宇舶一年一度的 VIP 高尔夫球会。刚刚真的是欣赏了非常非常多表款，对，每个品牌表厂他在做展示的时候都会给我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对我来讲，宇舶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快乐，因为它的颜色啊，或者是它背后的灵感，它的合作真的是各式各样，让我觉得好像真的在逛一家全部都是限量球鞋店一样，我个人是超级爱的。这次的 collection 真的超级多，我们光自己在逛，然后就逛了超久，逛半个小时吧，就是停不下来。符合这一次，我们这一次刚好是高尔夫球会 ，Susie 手上带了一款非常亮眼黄色的 Golf， 它的取名叫 Golf。对，我自己觉得这个黄色非常的吸睛，因为它其实是业界数一数二，非常少数做成机械式的 Golf 手表。一般在技杆数啊的那些手表，大部分都是电子式的。那这次，宇舶推出的这个 Golf 系列啊，它就是直接用机械式，你用按把去按的。Yes， 开发了一个全新的机芯，就为了给打高尔夫球的人技杆。对，像我这种常常自己偷剪杆数的，就非常需要这种手表来叮咛我要，这到底打了几杆。宇舶的美感或者是它的独特所在，就是I think 全世界只有一个表厂会在他们的开发会议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举手说，我们来做个全新的机芯来计高尔夫球的杆数怎么样 ？And then the whole team 会。Let's do it. Yeah， 拍手说 Let's do it, let's do it. So 除了Susie手上黄色这一款，它还有一款深蓝色，都是使用碳纤维材质，所以它上面有一个非常细腻 ，almost 像编织的感觉。那黑色是跟 Dustin Johnson 合作 ，Dustin Johnson 他比赛的时候也是戴着这一款全黑，非常威猛的感觉。这次的表带设计也蛮特别的，它的设计是外面这一层是像高尔夫球手的手套的这个纹路一样，把内层一样是使用宇舶的胶带，所以佩戴上非常非常的舒服。然后蓝色啊，我觉得它除了整个深蓝色以外，它的暗把是对比色的黄色，又非常的抢眼。我刚刚在想说，到底要戴哪一只黄色跟蓝色，纠结好久，后来还是选了很亮眼的黄。刚刚欣赏这么多款不同表款，如果真的要选一支的话，你会选哪一支？Susie， 你先。我想一下，我自己非常喜欢他们去年推出的一体式链带 Integral， 这次他们非常的特别推出了灰色，然后我觉得灰色一看啊，它的表面非常通透，你可以一览无遗它里面做的很精致的一些零件。再来就是它的链带切工非常的细致，然后它的结也是比较短，所以戴起来它的舒适度非常的好，然后切面看起来有一点光影的折射，非常的棒。Yeah， 陶瓷是一个非常坚固的材质，所以我们都知道它必须要修出这么多角度啊，宇舶的表壳的设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，所以这个是下了非常多功夫的。And 它 also 有白色陶瓷全链带，这真的就很特别在运动表款上。那这两款因为我觉得它非常坚固，那里面搭载的是宇舶就是非常当家招牌的机芯 Unico 非凡计时，我觉得它非常有机会成为宇舶就是 collection 里面非常核心的作品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 daily beater， 就是你每天可以尽量戴它，尽量用它，外面坚固的材质，里面有精准耐用的机芯。近几年非常流行 sporty chic， 我觉得除了你平常你要穿戴比较休闲啊，或者是你穿有点正式，我觉得一个 mix and match， 戴上这个陶瓷一体式链带，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。Big Bang 第一次出一体式的链带款 ，so 非常非常特别的款式 ，Susie 选的非常非常非常好，选对了。那换我考你，你喜欢哪一支 ？Yes， 我 I like them all， 我喜欢他们全部 ，but。我放弃了红陶瓷的 MP 11那一款，真的是非常棒的作品。我也放弃了蓝宝石水晶全透明非常透明表带 ，yes， 非常痛苦的选择，而选了一支我非常喜欢红色跟黑色搭配的法拉利 GT 跟 Hugo 联名款。这支真的很特别，我觉得一看呢、它这个表面有点像是赛车车子的轮框，看起来非常特别。正面，那侧面它的计时码表的设计也是非常像法拉利尾车尾的车灯。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一次的联名，它非常有信心的把 Classic Fusion 的这个壳交给法拉利团队去重新设计一次。
就是不只是把 logo 互换而已，他们真的非常信任对方，因为他们合作已经合作非常久了。我觉得一直以来，Hublot 在跟别的品牌或者是艺术家合作的时候，他们都非常的放胆，让他们去做，让他们去创新。我觉得这就是虎博的精神。Yeah，and 红色、黑色，像我刚刚讲，有时候第一眼就会被这个配色吸引到。材质 3D 碳纤维材质，这是美军也有在用的材质 ，so very very cool。里面也是 Uniqlo 非凡机芯，它这计时码表，红色的这个针问。你让它走的时候 ，When you go back to zero, you can see 非常，碳面刻度非常细腻，完完全全就在12点的正中央。这是一个机芯非常做的非常精准的一个很棒的指标。And also 它的触感，很多计时码表其实老实讲，我自己觉得触感真的太硬了。宇舶的计时码表机芯，不管是拿着戴在手上。操作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很简单，按起来一种开心的感觉。对 ，just because 旁边把玩，因为这种细节很少有表厂可以做得这么好，手感很好，手感非常好，配色帅，材质酷，然后机芯又是非常稳定耐用的机芯。I have to 放弃非常多 ，but 我选择了你 ，so 带回家了。Yes, yes, yes, yeah, so。除了这几款以外，还有非常多、非常非常多款式。那除了今天的球会以外，也希望我们非常非常希望一切顺利的话，在年底前可以跟宇舶办更多场活动，把我们这种看到宇舶的这种喜悦、这种惊喜也带给更多更多表友。对，那在我们活动之前，当然也是非常感谢 Horror Guys 帮我们拍影片，然后也可以在这种 online 的方式跟大家接触。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在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间 ，but 我们一起努力的话 ，we'll get through it。我是 Peter， 这是 Susie， 我们希望很快就可以跟大家再次见面。谢谢大家，拜。